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妮子。2019的尾声已经到来了，现在已经12月，许多人都会变得忙碌起来，而且在12月还有一个大家最喜欢的节日，那就是圣诞节啦。那圣诞节最不可以错过的，当然就是交换礼物的部分。所以小编今天要来介绍的就是这个，由 Q Her 所打造的红色乐园圣诞彩妆礼盒。我拿镜给大家看，你们看，它这个做的就是很有圣诞气氛，它是专门为了2019这一次的圣诞节所打造的哦。而礼盒里面所装的彩妆分别是甜蜜之吻、温感变色唇蜜、甜蜜光灿眼影蜜，还有甜蜜棉花糖雾感唇颊釉。那我们就先从它的变色唇釉说起吧。之所以叫变色唇釉，大家也看到了吧，它里面装的是透明的唇釉，只要碰到温度它就会变色，所以呢每个人擦上去的效果也都会不太一样哦。而这款唇釉擦起来不会黏黏的，真的太赞了啦，因为小编本身很讨厌黏黏的唇釉呢。再来是我们的眼影蜜，别看它颜色那么亮眼，涂起来觉得会很可怕，其实没有哦，它涂在眼皮上的颜色非常漂亮。你只要沾一点在眼皮上，再用指腹轻轻地把它拍开，你就会发现它的颜色其实很淡，最耀眼的其实是它里面添加的亮片，会让你的眼睛看起来闪闪动人，真的非常适合在圣诞节擦哦。最后则是来到我们的雾感唇颊釉，它的红擦上去也是会让你眼睛为之一亮，觉得非常美丽，又不会有太过浮夸的感觉。这一次的色调真的都是为了圣诞节而打造呢。它还有另外一个功能，就是可以当作腮红。那腮红的部分呢，小编会建议大家可不要直接把它点在你的脸颊上了，那可是会变成猴子屁股哦。小编自己的做法是先把唇釉点在手背上，再用指腹把它轻轻拍均匀，再用指腹上残留的唇釉轻轻地拍在脸颊上，这样就会有自然又美丽的腮红咯。好啦，以上就是我们这次的开箱介绍。那圣诞节快到啦，小编先在这边跟大家说声圣诞快乐，祝大家今年的圣诞节都可以玩得开心。那假如你喜欢这支影片，请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有任何问题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。我是妮子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